我们来看这周的讨论题目。然后我决定先把题目就是详细讲解，再给你们讨论。所以第一题，Abdiel says that it is always just for truth to win out in a contest of force。这个天使说，在较劲力量的时候，有真理的那一方获胜是正义的。Do you agree? Why or why not? 你同不同意？为什么？这一题我们上周有带读过了，所以今天就不带读。就是那个，就是这里了，就是这差不多这一段，这是1930页。Question two, does the fallen angel's first experience of pain change your understanding of their rebellion? If so, how? If not, why not? 堕落天使首次尝痛苦的味道，受苦，那个知就是身体受苦的那感觉。这个过程是否改变我们对于他们反叛的这个过程的理解？我们如何理解他们的反叛？如果有改变的话，为什么？如何改变？如果没有改变的话，为什么没有改变？所以我们来看这个，6320，1934页。好，所以这个就是 Abdiel，被撒旦打退下来了，所以接着就是上帝这方派出 Michael 是天堂的守护天使，来跟撒旦就是决战。然后就这边讲的就是他们那个什么两支箭就是对撞多厉害什么什么，从320这边。But the sword of Michael from the armory of God，armory 是那个军备那个。仓库 was given him tempered soul. Tempered 这个是现代英文哈，这个讲的是在炼金的时候，在那个在敲出那把剑的时候，火候如何，让那个剑的那个铁的性质如何，所以是如何呢？Tempered soul 是如此。此是什么呢？就是后面这个关带，不是关带，后面这个名词子句，that neither keen nor solid might resist that edge。所以不管他这支箭，这把箭那个撞击的是锐利的 keen，还是坚实的 solid 的东西，都无法抵挡这把剑的那个。尖锐的边，它这边是跟撒旦的剑在对撞。It met the sword of Satan with steep force to smite descending。所以 Michael 的剑是由从上面往下，然后撒旦的剑是从下面往上在那个挡。那撞击的力量 steep force 非常强大。To smite 人们的意思是，杀害不是害了，就是杀或是惩罚。这个现在英文用在就是由上帝惩罚人的时候，就会说上帝在 smite 一个人，descending，所以由上往下。And in half cut sheer，把撒旦的剑呢就直接切成两段。Nor stayed。而切完之后，Michael 的剑还继续向下挥，没有停下。Stay 这边是 stop 的意思。But with swift wheel reversed，就是下来之后，那个 Michael 脚一踩，然后又反过来，然后往外挥。所以 wheel 这边是旋转嘛，reverse 反向。Deep entering shared all his right side，然后 Michael 的剑就在撒旦的那个躯干边上，深深划了一刀，deep entering 就切进去了。
shared 这边右边讲是 cut off， 这个其实现代英文有这个字，但是它拼法不一样。现在英文是 shear， s h， 对不起， s h e a r， 切掉。那现在英文只会用在一个地方，就是在把那个绵羊身上的羊毛切掉的时候，会用 shear 这个字。所以把撒旦整个右边切下来了。Then Satan first knew pain， 因此撒旦首次品尝了身体的痛苦痛觉。And writhed him to and fro convulsed， 他就在地上滚来滚去的，就是在痛苦中滚来滚去扭曲着。所以读到这边，我们才发现原来这些堕落天使叛乱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遭受过身体的痛苦。他们是天使嘛，天堂非常和平，他们不知道身体痛苦是什么，他们不知道就是战争的代价。这一刻才就是深深体会。然后下面讲说，因为天使是永生的，所以他们身体很快就会愈合回来。我们跳到335行下一页，1935页335行。所以他虽然被切了一刀，可是身体愈合回来，可是他还是在地上滚来滚去，因为实在太痛苦了。Forthwith 就是立刻。On all sides to his aid was run by angels many and strong。所以立刻呢，周围的天使都跑去协助他，而这些周围的天使又多又强壮 ，who interpose defense， 他们就是在撒旦的前面挡，就是挡住在保护他。While others bore him on their shields back to his chariot， 而另有些天使呢，用盾牌把他扛起来，然后把他扛回他的马车。所以他都愈合了，可是身体的痛苦已经痛苦到他连走路都不行，需要由其他天使把他扛回去。所以回到问题，我们读了这一段之后，对于他们叛乱的心态，或是叛乱的用意，或是整个过程，有没有新的一层理解？第三题， When the fallen angels' cannon attack proves effective，They start mocking their enemies. 当堕落天使用大炮攻击有奏效的时候，他们开始嘲笑辱骂他们的敌人，就是上帝那边的天使。What do you think this might tell us about the Christian view of sarcastic humor and puns? 这样的设计我们能不能从这样的设计得出一些关于基督教对于讽刺幽默感以及双关语 这种玩笑话的观点？我们看这个1937页，是那个大炮攻击开始，我们就暂时跳过这个部分，到1939页。好，所以大炮攻击成功了，然后678，所以撒旦开始就是发威了。Vanguard 就是在前卫的那些士兵。To right and left the front unfold， the front 是前线，战争前线，所以最前线的士兵左右展开。That all may see who hate us， 让所有痛恨我们的人都看得到。How we seek peace and composure， 我们是如何努力寻求和平跟稳定。Composure 是协议，如何寻求和平跟就是停战协议。And with open breast stand ready to receive them， 我们敞开心胸，愿意接受。有意和解的人，
If they like our overture， 如果他们喜欢或是看好我们这个，做出这样的姿态的话，那下面有告诉你说这是一个双关。Overture 一个意思是 offer to negotiate， 就是提出愿意开始谈判。但是另外一个意思是 opening 开口，所以他这边双关的对象是他们大炮的开口，所以他这边说展开来敞开心胸，一表面意思就是愿意就是开始去和谈，但是反讽的意思是说我们因为你发射大炮，前面的兵要让开嘛，所以等于是像是敞开双胸敞开胸膛一样，就是让后面大炮开始发射，然后他就把这个大炮戏称为他们的就是和谈的第一步。Receive them 一个表面意思是接待，但是反讽意思是迎战，就是敌人上来要迎上那个敌人去打仗。And turn not back perverse， 就是如果他们喜欢我们这个提出的第一步的话，希望他们不要就是转头走掉。But that I doubt， 但是我这个点我很怀疑，就是他们会不会接纳我们的所谓和平谈判。However, witness heaven, heaven witness thou anon， 就无论天堂见证的是什么，我实在很无论天堂见证保证的是什么，我实在很怀疑。天堂马上就能见证到你们 ，anon 是 soon， 马上立刻就会见证到你们。While we discharge freely our part， 又是个双关。表面意思就是我们就是开口直言 ，discharge 是释放，一则是言辞，另外一个意思当然就是炮弹。所以 part 一方面可能是我们的看法，我们的立场，另外一方面可能是就是弹药。Ye who appointed, stand do as you have in charge。你们派出来的人，应该要如命，就是好好站着，就是接受和谈。And briefly touch what we propound， 又是个双关，应该站在那边，愿意倾听我们所提出的内容。然后反讽意思就是，应该要让我们的那个大炮的那个，愿意让大炮的那个炮弹触及到你们。And loud that all may hear， 而且你们的行为也要非常大声，让大家都听得到。所以表面意思就是愿意就是公开和谈，但是反讽意思就是，就站在那边受死吧。所以这一段其实写得很天才哦，表面上看起来就是和谈，但是实际意思就是在调侃人家这个受不了炮弹的攻击。所以看了这一段之后，能不能归纳出一个基督教对于反讽跟双关这种幽默感的看法？回答这题关键应该是说，这些幽默感都只有邪恶的那一方才会使用。这其实在神学上也是有一个小小争论嘛，就是有人会觉得说，整个圣经里面好像没有看到就是上帝或是耶稣开过玩笑，他们是不是没有幽默感才能当圣人，才能当神？那这问题有点大，我们就先不处理，我们单纯只处理反讽跟双关这两种幽默。 Question 4， Do you think it makes more sense for Adam and Eve to divide their labor？ 你觉得亚当夏娃分工合作比较合理吗？ Why or why not？ 合理的话为什么不合理，为什么不？ What do you think this discussion， 他们讨论要不要分工这个讨论呢？What do you think this discussion says about the value of rational debate in the poem？ 从他们这样的讨论，你觉得这首诗对于理性讨论、理性辩论的看法如何？可以说是持正向看法还是正面看法还是负面看法？
所以我们简单看几段，九至二零五。好，所以就是第九卷要开始看的这边，所以他们这个地方在讨论要不要分工合作，因为上帝把他们，让他们住在伊甸园，其实有讲啊，就是希望人可以治理万物。那所以就是什么植物啊，要修修剪剪啦、啊，动物啊，确定没事啊，干嘛的？那，本来是分工应该没问题的，但是现在就是。Michael 下来，Raphael 下来，从天堂下来，然后跟他们讲要小心，撒旦好像在附近就是逗留，然后会想要就是对你们不利，所以你们要小心。所以这个时候，这两个人意见就分歧了。夏娃希望分工，亚当不希望分工，希望就是大家一起来，大家就是两个人了。所以我们从220这边开始看，夏娃说，他在跟亚当讲话嘛，所以这个是夏娃。While so near each other thus all day, 我们这样子每天成天都是彼此腻在一起。Our task we choose, 我们可以自由选择要做什么工作。What wonder if so near looks intervene and smiles? 这么接近的时候我们彼此双眸跟微笑会介入我们的工作，打断我们的工作，又有什么神奇的呢？ Or object new casual discourse draw on. Or object new casual discourse draw on. 或是我们成天腻在一起，可能聊着聊着就是东聊西聊， discourse 这边当聊天， casual discourse 是聊天，然后可能灵感或是话题来自新的对象， object 可以翻成对象或是主题。 Which intermits our day's work brought to little. 而因为这些打断让我们一天下来的工作做的不多。 To bring something to little. 现代英文有类似的片语，会说 it brings it to naught, N-A-U-G-H-T.Not 是 nothing 的意思，意思就是白费工。To bring it to naught， 那这边就是他不是讲完全没有成果，是成果不多。Though begun early， 即使这工作一大早就开始。And the hour of supper comes unearned， 而到了吃晚餐的时候，没有就是做足工作来赚取这个晚餐。所以夏娃希望分工就是提高工作效率。然后亚当的回应说，我是很爱你的，然后我不会想跟你吵架了。235 Yet not so strictly hath our Lord imposed labor. 但上帝没有那么严格的要求我们要工作。As to debar us when we need refreshment.没有那么没有严格到我们需要休息 refreshment 可以说休息或者是娱乐或者是什么饮食之类的，就不是工作的时候会阻碍了我们。 debar 这边可以把它看成 prevent。 Whether food or talk between food of the mind， 无论这休息是食物呢或是我们之间的对话，而这对话它又称为就是心灵的粮食。 Or this sweet intercourse of looks and smiles， 或是你刚刚提的这个我们两个人之间甜蜜的眼眸或是微笑的交流， intercourse 是交流。 For smiles from reason flow， 因为微笑背后是有理性的才会微笑。 To brute denied， 野兽是不会微笑的。 And are of love the food， 而这微笑也是爱的食物，在就是爱的状态中的食物。 Love not the lowest end of human life， 而爱又不是
人类生活最卑微的部分。下一页。For not to irksome toil, but to delight he made us. 上帝创造我们不是为了扰人的工作 irksome toil, 而是为了娱乐 to delight。现代英文delight 要及物吼，就是使人感到快乐，但是这个是前现代英文它不及物。And delight to reason joined, 而上帝创造我们让我们开心是跟我们的理性相结合的。所以亚当回应夏娃的方式就是确实分工合作效率比较高，但是上帝创造我们不是为了工作，是为了让我们享乐。然后你提的这些非工作的活动其实也都是人类本质独有的一部分。然后夏娃又回应，这个在二七，对啊，好像跳过一个什么东西。哦，对，然后亚当，所以亚当第一部分就是回应夏娃的担忧，然后另一方面他也主动讲说我们要小心撒旦。从这边，这应该是二五一。But other doubt possesses me. 有另外有一些担忧，我另外有一些担忧。Lest harm befall thee severed from me. 以防你跟我分离时，灾难落在你身上。For thou knowest what hath been warned us. 你知道人家警告我们的事。What malicious foe envying our happiness? 有什么样恶意的敌人羡慕我们的快乐？ Happiness 应该翻幸福，羡慕我们的幸福。And of his own despairing, 自己的幸福绝望之下 ，seeks to work us woe and shame by sly assault. 试图用奸诈攻击。造成我们的悲哀与耻辱。Woe 也可以翻成伤感，就是悲剧啦。And somewhere nigh at hand watches, nigh 是 near, 附近。所以就是他在附近某处看着我们 ,no doubt, 一定是这样子的。With greedy hope,To find his wish and best advantage. 他贪婪的希望能够找到对他最有利的一刻来满足他的愿望。这一刻是什么呢 ?Us asunder. Asunder 是分离的意思。就是当我们分离的时候就是他最好的时机。Hopeless to circumvent us joined. 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无望circumvent 这边其实是 subvert 颠覆 circumvent 原本的意思是绕过去比如说人家挡住你的路你绕过去那这边意思就是颠覆他们的那个守住的那条防线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where each to other speedy aid might lend at need因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需要的时候 at need 的时候彼此可以迅速的提供协助 to lend aid 提供协助好所以针对这一点呢夏娃就基本意思就是你怎么会担心我会被撒旦诱惑呢你这么不相信我吗然后亚当就说看一下他基本意思说我没有在怀疑你啦我只是说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成功的几率更高在三一五行这个是1980页315
Why shouldst not thou like sense within thee feel when I am present? And thy trial choose with me, best witness of thy virtue tried. 为什么你会不愿意？为什么你的感受跟 我不同 ？Like sense, like 是一样的意思，所以 like sense 是跟我一样的感受，跟我一样的想法。那这边是否定的 ，not。为什么你心里，当我在的时候，为什么你心里的感受跟想法跟我不一样呢？为什么不愿意跟着我？为什么不愿意选择跟着我一起受试炼 ？Trial 是试炼。我是你美德经过试炼的时候最佳的证人。就是说，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撒旦如果想要来诱惑我们，我们一起把它挡掉。我就是你那个有这个信念跟信仰美德最佳的证人。所以他说，不是我怀疑你，只是说我们两个在一起的话有更多优点。然后夏娃就说，基本上就是，如果我们因为撒旦在附近，我们就不得不成天腻在一起，没有选择的话，那这样真的是一个完美美好的存在吗？340 Frail is our happiness if this be so.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的幸福非常的脆弱 ,frail. And Eden were no Eden thus exposed. 而这样子暴露出来的真相是伊甸园并不是真正我们想象中那个伊甸园。那亚当面对这一句，他就没辙了，他只好说，再次劝说 ,Best are all things as the will of God ordained them. 上帝的命令是最完美的。但是这应该是370 But if thou think trial unsought may find us both secure, then thus warned thou seemst, go. 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试炼来的时候，我们这样子受了警告，两个人在一起彼此相助，这样等于是过于信心的话，那你就去吧。For thy stay not free, absence thee more. 如果你不是出于自愿留下的话，你就等于是不在，比你离去还要不在场。然后他们这样子辩论就结束了。所以一开始彼此还在交换想法，然后有在真的讨论，可是到后来就是夏娃变成说，难道你不相信我吗？你不觉得我可以就是一个人挡住撒旦的诱惑吗？你这么对我这么没信心？然后亚当只好说，没有啦，我相信你啦，如果你真的觉得话，你真的不想留，那你就走吧。这好像不算是 rational debate 理性辩论吧。所以回到第四题，这整个讨论过程能不能从中看出这首诗对于理性辩论的看法，持正面、负面或是其他看法。第五题， Do you think the serpent's argument about the forbidden fruit makes sense? 你觉得 serpent 是蛇啦，这是撒旦进入伊甸园的时候化身为蛇，那个时候的蛇还有脚。诗的最后面会讲说，为了惩罚撒旦，所以上帝把蛇的脚弄不见了，他必须要成天匍匐在地，所以这个时候的 serpent 是有脚的。你觉得蛇关于禁果的论点合理吗？合理的话为什么？不合理为什么？ Do you think there might be a key point that persuades Eve? 你觉得他整个论点当中有没有哪一个关键的点说服夏娃去吃禁果？If so, yes. If so, what is it? 如果有的话，那个点是什么？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九至六七九，一九八八页。好，六七九这个是撒旦开始讲话，他这个时候是对着那个善恶知识之树在讲话，他在咏树。Oh, sacred, wise, and wisdom-giving plant. Oh, 这什么神圣充满智慧、提供智慧的植物。Mother of science, science 这边是知识，不是科学，对，知识之母。Now I feel thy power within me clear. 我现在清楚地感受到你在我里面的力量。他这边是跟夏娃说，他刚刚为什么他这只神能够讲话呢？因为他刚吃了这个禁果，所以学会了讲话，然后所以他等于是在示范，他等于在夏娃前面，看一下，对，他等于是展示给夏娃，就是看说他能够讲话，然后下面开始讲说这个禁果其实是好的东西啊，什么什么的，所以他当然撒旦自己没有吃了。他本来就会讲话，他是撒旦，但他是假装有吃、然后能干嘛呢？ Not only to discern things in their causes, but to trace the ways of highest agents. 所以不但能够找到万物的本质，而且还能追溯到最根本的那个起源。那因为这是基督教，所以根本起源就是上帝。Deemed however wise, 即便那个起源再深奥高远都他都追溯得到。Queen of this universe, 这个时候在跟夏娃讲话。Do not believe those rigid threats of death. 不要去相信那些会死啊，那些严厉的要挟。Ye shall not die. How should ye? By the fruit?It gives you life to knowledge. 所以吃了这果实就能够得到知识，这怎么会导致死亡呢？ By the threatener, 这个 by 是跟这个 by 一样，就是如何死亡。因为果实吗？不会。因为提出要挟的人吗？这是大写，所以你就知道讲的是上帝。Look on me, 看着我，就看我这样子。Me who have touched and tasted, 我触碰过，我品尝过这果实。Yet both live and life more perfect have attained than fate meant me. 但我不但活着，而且我现在的生命比命运给我的生命更完美，达到一个更完美的生命。By venturing higher than my lot, 能够达到这一点是因为我努力向上攀，意思就这样啊，努力比我的命运 ，my lot 是，这怎么解释 ？lot 在现代英文有一个意思是抽签 ，to draw lots， 一个签就是 lot， 所以这边讲的是上帝安排给我的生命命运，被安排的命运。所以我借由就是向上攀超越我被安排的命运，达到这样的新的更完美状态。 Shall that be shut to man which to the beast is open? 动物能做的难道人类就不行吗？ Or will God incense his ire for such a petty trespass? 还是说上帝会因为这微不足道的那个违规就会暴怒吗？ And not praise rather your dauntless virtue. 还是他反而会称赞你无畏的美德，这边美德是勇气啦，对不起，勇气，无畏的勇气，无所畏惧的勇气。 Whom the pain of death denounced. Whatever thing death be, deterred not from achieving what might lead to happier life. 什么样的勇气呢？都已经
用死亡的痛苦来要挟人类的。我们先跳过这个，这一句很有趣，等一下回来。都警告过了，都要挟过了，但是没有成功的遏制 ，deterred not from achieving 来去成就可能导致更快乐、更幸福人生的那个东西。什么东西呢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对于善恶知识。好，这一句 ，whatever thing death be， 不管死亡是什么，这很有意思啊。目前为止，故事里面的所有的这个角色，通通没有一个死过。上帝不能死，死不了，他是神嘛，耶稣也是神，死不了，天使也都是永生的，撒旦也是个天使，永生，人类才刚被创造，没死过，所以目前没有人知道死亡是什么。所以当上帝说你吃了这禁果就会死掉，听起来很可怕，可是撒旦这边等于是提醒夏娃说，我们不知道死亡是什么，所以无论死亡是什么样的东西，他等于是上帝讲成最严厉的惩罚，撒旦这边开始让人怀疑到底是什么东西，真的需要那么怕他吗？好，所以难道就是吃了这个让你更幸福的这个果实，懂得善恶的知识，真的就会被惩罚吗？关于善与恶的知识，然后他现在开始就是拆开来讨论分析。Of good, how just? 如果是对于善的知识，如果取得了善的知识受惩罚，这样子怎么可以说是正义的呢？ Of evil, if what is evil be real, why not known since easier shunned? 如果是对于恶的知识，如果恶是真的话，你看跟那个死亡的讨论一样嘛，死亡不知道是什么，恶也不知道是什么，因为亚当夏娃都没吃那个果子，不知道善与恶。大家说如果恶是真的话，为何不先知道是什么，这样子比较容易防范呢？或者比较容易逃离，算是排斥啦，逃离。 God therefore cannot hurt you and be just， 因此呢，上帝如果惩罚你，他就不正义了。 Not just, not God，如果他不正义，他就不是上帝。Not feared then, nor obeyed. 如果他不是上帝，你就不用怕他，你也不用听他的。Your fear itself of death removes the fear. 你对死亡的惧怕本身，你想一想，你就知道其实不用怕了。Why then was this forbid? 那为什么要禁止你呢？ Why but to awe? 还有什么理由？就是让你震慑住。Why but to keep ye low and ignorant? 这个就跟上周我们看撒旦自己心理分析那一遍嘛，就是上帝禁止你吃这个果实，就是让你继续保持低微状态，然后一直就是信奉他。He knows 七定五行。He knows that in the day ye eat thereof.Your eyes that seem so clear yet are but dim shall perfectly be then opened and cleared, and ye shall be as gods. 他知道你吃了这果实那一天，你目前看起来好像是双眸清澈的那眼睛，现在其实还是暗淡的，吃了之后才是完美的清澈，打开而清澈，你们就会像是天使一样。Knowing both good and evil as they know， 像天使一样知道善与恶是什么。然后后面又加一些其他分析，然后也在讲说，这个上帝不让你吃，就是把神跟天使放在你们前面。The gods are first， and that advantage used on our belief， 他们从一个更高的位置来欺负我们，来控制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信仰。That all from them proceeds， 要你相信一切都是从天堂来的。I question it， 但是我怀疑。For this fair earth I see， 因为我看到这美丽的地球。Warmed by the sun， 由太阳就是加温。
producing every kind, them nothing. 地球万物生长，但是在天堂跟他们无关，跟看不出跟这些天使什么关系。所以他就讲着讲着讲着，所以第五题就是，你觉得撒旦这样的说法合理吗？为什么合理或不合理？然后夏娃听了之后，他显然觉得合理，因为他之后就摘下来吃了。那你觉得是有没有哪一个关键的点把夏娃说服了？我们其实可以看夏娃的反应。好，所以那个撒旦讲完了，在哪里？撒旦在这边讲完了，然后中间这一段在描述，夏娃的反应，迟钝了片刻，然后夏娃讲话来回应了。先讲说啊，什么 best of fruits 开始称颂这个果实，然后又讲说他让了不能讲话的蛇也能讲话了，然后七五六行，他等于是撒旦那一套买单了。Good unknown sure is not had。如果不知道善是什么，我们如何能得到善 ？Or had and yet unknown is not had at all， 或是得到了而不知道，就等于是没有得到。In plain then， 简言之 ，What forbids he but to know？ Forbids us good， forbids us to be wise。上帝禁止我们的，只有知道而已，禁止我们去知道，禁止我们取得善，禁止我们变得有智慧。Such prohibitions bind not， 这样的禁令没有束缚力，没有效力，没有约束力。然后我们再往下跳两行，接下来他去思考死亡这件事情。762。In the day we eat of this fair fruit, our doom is we shall die. 我们吃这美丽果实的那一刻，我们的命运 ,doom 是命运。现代英文 doom 是不好的命运，但是在前现代英文没有分好坏，它就是命运。我们的命运是我们得死。How dies the serpent? 但这蛇能说有死吗？ He hath eaten and lives.他吃了但是还活着 and knows and speaks and reasons and discerns， 有知识，能说话，有理性，能辨别。 Irrational till then， 而吃之前他都是一个非理性的生物。 For us alone was death invented， 难道死亡只是发明给人类用的吗？Or to us denied this intellectual food for beasts reserved. 还是我们被禁止吃的这个知识的食物是留给动物吃的吗？然后讲着讲着，他就吃了。所以第五题第二部分就是你觉得他有被哪一个论点特别说服吗？有的话是哪一个？好，你们组别各选一题来讨论吧，给你们十分钟。
好，我已经跟各组征询想法了，我现在跟各位分享一下你们的讨论结果。第一题，这个天使说，他已经在辩论场上判断出对方出战理由不合理，是谬论，没有合理正当的出战理由，因此在战场上面把人家打败，这才是正义的结果。这样的想法合不合理？这一题有两组回答，有一组一开始觉得好像蛮合理的，可是总觉得哪边怪怪的，然后仔细想一想，或许是因为历史中大部分都是打胜仗的那一群人说自己是正义的，那另外一边都已经败北了，就没什么好讲的，所以就是历史是胜利者撰写的，所以即便表面上面感觉合理，但实际上到底是不是正义的不知道。如果有一个普世价值叫正义，很难去衡量战争输赢谁是真正正义的。而且再说战场上面基本上就是杀人嘛，没有什么正义不正义可言，都不正义。所以另外一组秉持这样的观点，他们觉得说这说法怪怪的，因为感觉辩论场跟战场这两件事情没有关系啊。也许你在辩论场上讲的再合理，可是上战场还是输啊。甚至即便你的那个兵力比较强，你策略比较好，也有可能比如说有一阵怪风，然后就把你的军队就全部扳倒啊。所以战场都很难讲的，即便在理性辩论场上你取得优势，但是在战场上都很难说。所以如果综合两组的答案，感觉这天使这样讲主要只是在鼓舞士气，并不是在进行一个真正的论点论述。第二题，这也有两组去回答这一题，然后两组看法都一致，就是如果堕落天使他们开始反叛的时候还不了解痛楚是什么，那感觉就少了那个严重性，少了那个庄严性，感觉就像几个小屁孩就是很不爽爸爸这样子嘛，然后就开始叛逆。可是一旦撒旦在这边受箭击，然后在地上就是痛苦的扭来扭去，然后还必须要由自己的下属扛回去疗愈，他们还继续叛乱，那这个就罪不可赦了。他们一旦尝了痛苦的滋味还有机会可以反悔，但是他们决定继续，甚至撒旦被上帝的雷劈到地狱去了，还在耍那个计谋，可见他们确实是恶不可赦。所以一方面让而且也有一组提到说，这首诗里面两边的天使应该都一样嘛，这是什么天堂史上第一次打仗嘛，所以之后撒旦的士兵开大炮，然后让上帝的士兵就是被炮击，他们也应该有感受到痛苦，也是第一次。可是整首诗里面第一个遭受痛苦的是撒旦，是恶的那一方，所以等于是让读者对于恶的印象先是弱化，就是可能一开始就是士气庞大的熊熊而来，然后但是马上就被砍了，然后就矮了一截。所以这一幕等于是瞬间让恶的那一方看起来又荒谬，然后又无可救药。第三题，人们有一组接这一题，但是觉得太难了就换了，所以变成我的题目。第三题是这样的，我们看的那一段整段都是双关语嘛，表面上看起来想要和谈，实际上讲的是在嘲笑人家遭受不了自己的炮击。所以讽刺的双关的这都是恶的一方使用的语言，所以马上就有产生一个连结嘛，感觉好像这首诗里面觉得恶的那方才会有这样的嘲讽想法跟双关想法，这种
运用语言的方式。实际上在基督教神学里面也有讨论到这一块，因为有圣经这种东西嘛，传统上说这个是神启的，就是即便是借人之手去写的文章跟书本，但是为什么会去写呢？就是受神启去写，所以这本书的文字被视为神圣的。那反讽跟双关刚好相反，同样的文字双重解释，而且在这一段是相反意义。如果能够用这样的态度跟观点去阅读圣经的话，那它的神圣性又复存，又何复存呢？所以在基督教甚至很多其他宗教都对文字的确切意涵非常的重视，甚至伊斯兰教更严谨，他们觉得古兰经只有阿拉伯文的才是有神圣性的，翻译成其他语言 就失去了它的神圣性，它那个只能当作参考，只是当作让讲其他语言的人能够就是远观这本书里面讲的东西，但是没办法真正受到神启，只有阿拉伯文版本的才可以。所以这题让我们看到，这首虽然是一部文学作品，因为我们常觉得文学就是有玩很多就是文字的双重意涵、三重意涵什么的，可是即便这个是个文学作品，它还是很重视文字的真正真诚的意涵，是一种神学观点。第四题，这一题有一组接他们一样很同意，就是亚当夏娃讨论要不要分工合作的时候得到结论不是出于理性讨论，是因为夏娃情感勒索，然后就觉得说难道你不相信我，你不爱我吗？然后亚当说 我爱你的，你去吧。所以这个结局就是夏娃自己走掉了，然后遇到了蛇，然后撒旦就成功的诱使他吃禁果，这一连串过程的出发点感觉就是因为他最后使出一个不理性的招数让亚当放他走，所以感觉好像这首诗蛮看好理性辩论的嘛，因为如果夏娃谨守理性辩论的规矩，愿意就是像上面讲的辩论场上输了他就服输的话，感觉就不会有这些问题嘛。可是我们可以再往深一层看，为什么夏娃这么想要离开亚当身边，他的动机是什么？如果他不服理性，他为什么不服理性？他动机是什么？那我们仔细看夏娃最后使出的招数，他说这个你不相信我吗？你觉得我抵挡不住撒旦的诱惑吗？从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一点点那种傲气，那种也是有一种叛逆的心态嘛。亚当都说了，这是上帝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应该要就是好好准备小心什么，然后夏娃都在那边讲说为什么我不可以，是不是有一点像是撒旦对于上帝的看法，也是凭什么我要听你的。从这个点来看的话，夏娃是第一个堕落的，有一部分也是因为他本性使然。那这边不得不讲说西方基督教传统有很深的丑女心态都是从这边来的。为什么是夏娃第一个受诱惑？是不是本性使然？那是不是所有的女性都容易堕落？这个当然是过度解释啊。这边单纯是因为这两个人物而已，跟性别无关。那如果真的是本性使然的话，那亚当试图用理性说服夏娃不要就是自己走掉，这应该算是好事，但是理性最后还是无法约束夏娃。这样看的话，这首诗对于理性辩论似乎就不大看好了，似乎在讲说
终究还是本性比较厉害，理性对于人的本性没有真正的约束力。那如果理性不能约束人的本性，那怎么约束呢？就是要靠神的介入。这个就引发很多神学讨论。我们如果抛开神学不讲的话，我们现在对于理性的理解其实也很像，就是我们常常说应该要保持理性，要理性讨论，但是其实理性只是一个工具嘛，你讨论什么话题，不同的话题用理性的方式讨论都有可能有不同的结论啊，不是说所有的话题用理性讨论都会归向一个一致的世界观。理性只是一个方法而已，它无法左右背后的价值判断。这个就可以就是非常顺利的带我们到第五题，因为第五题也是遇到一样的问题，接这题的组别都觉得撒旦的这套说法太厉害了，非常合理，逻辑缜密，说服力极高，所以就也不能完全怪夏娃嘛。夏娃在这边唯一犯的错就是他误信了一个莫名其妙会讲话的蛇。但所以如果撒旦如果真的是一条蛇吃了禁果，然后变成这个样子的话，那他的解释就真的就是天衣无缝，非常合理。现在唯一的瑕疵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不是真的蛇，这是撒旦，撒旦没有真的吃过禁果，他一开始的前提就是错的，在骗人。所以夏娃的错误并不是误信的话术，他的错误是信错蛇。所以就跟我们刚刚讲理性是一样的嘛，理性只是一个工具，你如果背后的价值不一样，就会导致不一样的结论。那至于这一题的第二部分，有没有哪一个关键点说服了夏娃？那主角觉得说，就是看了一只会讲话的蛇，然后他自己解释为什么能讲话，就是吃了这禁果，感觉夏娃是最被这一点说服。仔细想想也是嘛，如果哪一天你家里养的宠物站起来说，哎呀，你看一看，然后就是因为我做这件事情。一方面你会被吓一跳，但是另一方面你也会蛮好奇的嘛，是不是真的？希望我这样讲你们不会回去做噩梦。好，今天讨论题目有想提问吗？好，我趁后面三个人离开之前先讲一下，下一周放假，然后下一周我会发新的讲义。所以下次上课讨论完讨论题目之后，我会先说明下一个单元，然后才会回头说明期中考。好，那所以下周我们就是要把这份讲义看完。带你们看那个夏娃吃了禁果之后的那个瞬间的天地变化那段。就在1990页，781，就是最后一个字，就是吃，他吃了禁果。782，1990页782行 ，Earth felt the wound， 这个创伤。整个地球都感受到了。And nature from her seat， 大自然从她的宝座上呢 ，sighing， 叹气 ，through all her works gave signs of woe， 透过她所有的造物悲鸣出来。悲鸣什么事 ？All was lost， 一切都失去了。这边的 work 是造物 creation 的意思，意思就是就像上帝
努力了六天创造万物，那个努力就是他的造物。Back to the thicket slunk the guilty serpent. 罪恶的蛇攀爬回到树丛里面去了。Thicket 是树丛。Slunk， 它的现在式是 slink，I-I-N-K， 就是攀爬。甚至可以解释为逃离。And well might， 而他逃得好。For Eve intent now wholly on her taste, not else regarded。夏娃现在全神贯注在那个味觉上面，任何其他东西都不理会。Not 是 nothing 的意思。所以不理会任何其他东西。Such delight till then as seemed in fruit she never tasted. 似乎她这一生没有吃过这么美味的果实。这一生至今 till then. Whether true or fancied so, 无论这个是真的感受还是她只是这样想象。这一句也蛮有意思的嘛，他被蛇洗脑了，觉得这果实是最棒的，所以吃的时候他觉得很美味，不知道是真的美味还是他自己觉得自己，他自己就是把自己洗脑觉得很美味。Through expectation high of knowledge， 觉得为什么会想象？因为他就是期待着得到那个知识。Nor was Godhead from her thought。甚至他妄想着成为跟天使一样。Godhead 其实就是神的力量。那我们刚刚讲这边小写的 God 其实是天使，所以他吃的时候觉得很美味，想要得到知识，甚至可以说他想象成为天使，成为天使，天使的力量离他的思考不远。Greedily she engorged without restraint。他贪婪的大吃特吃，毫无保留。Engorge 又是大快朵颐，没有束缚，没有约束，没有限制。And knew not eating death。他不知道自己吃的正是死亡，不对，他不知道他自己正在吃的是死亡。对，这不是英文问题，是中文问题。Satiate at length, 终于吃满足了。And heightened as with wine, jocund and boon. 然后就像喝了酒一样快乐，这两个字都是快乐的，这是两种不同的快乐。Merry 比较像是我们现在讲的快乐， Jolly 比较像是就你想象，就有些人喝酒之后就是变得很大声，然后很欢乐这样子。欢乐好了，欢乐好像不错。Thus to herself she pleasingly began. 她心里充满愉悦的这样子开始讲，跟自己讲话。然后你看她讲什么？ O sovereign, virtuous, precious of all trees in paradise. 她也跟蛇一样开始咏述了。这个有，就是 sovereign 我们可以翻成有王权的。有王权的就是那个最最伟大的，然后 virtuous 美德的，最珍贵的，在所有乐园当中树里面最珍贵最美德的这棵树啊。然后讲说啊，果然就是你给我智慧了。然后他说799行，对不起。Henceforth my early care,Not without song, each morning and due praise shall tend thee. 从此之后，我每天早上带着歌，对 ，each morning 每天早上带着歌咏与称赞，应得的称赞，每天早上的工作之一就是来照顾你。And the fertile burden ease of thy full branches offered free to all.
然后帮助减轻你丰满的负担，也就是长满果实的树枝，而这些果实是自由提供给所有人吃的。所以他早上照顾这棵树的方式之一，就是每天早上要来吃一颗，或吃很多颗。Till 知道 ，dieted by thee 吃了你的食物 ，I grow mature in knowledge 知识成熟 ，as the gods who all things know 就像知道一切的神一样。所以基本上他下面吃的觉得很满意，然后开始咏这棵树。他说话的方式跟撒旦人们咏树的方式基本上一模一样。然后接下来我们跳到816行，好，咏完了，接下来突然想到，哎，好像还有一个人嘛。But to Adam, in what sort shall I appear? 我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在亚当面前呢？然后他这边开始讲说，我要立刻跟他讲吗？还是我要假装没事，没事人一样？那为什么会想要假装呢？下一页820行 ，To keep the odds of knowledge in my power without co-partner， 让这个知识给我力量的那个优势自己保住，不要跟我的同伙分享吗？好，那稍微就是爆个雷，就是他最后还是愿意决定直接跟亚当讲，但是他中间有一瞬间在考虑，我有这个知识亚当没有，代表说现在是我占上风，我真的要跟他分享吗？所以你就看到马上吃了这颗禁果之后，整个人就变了。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下次上课前请把这个讲义看完。